외국어 에이미 쌈 뉴스. Here's the latest news. 来吃一个早茶，然后发现它是在一个超市里。我们现在在哪里？罗切斯特大学。有没有太阳？有人穿欢乐多。咖啡是我们之前在多伦多喝过的，然后它是加拿大最大的咖啡，就还蛮好喝的，特别香。我已经太久没有见到海了，虽然这是一个湖，但是非常的大，有点超薄。是一种非常久违的没有闻过的味道，觉得吗？好清晰。嗯，宝贝儿，干啥呢？小心有船来了，到了。这个太远了，那下面还是一个太阳。我们为了找一张桌子，在 RIT 的校园里逛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找到了一张菠萝炒饭。这是什么？孜然牛肉吗？这是被调包了的豆苗，清炒豆苗。对，还有蒜泥白肉。对，蒜末白肉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牛腩堡，豆腐堡吧？对，这个是暂时还没发现牛腩。酸菜鱼汤，对，它叫酸菜鱼汤，但看起来像酸菜鱼。反正这都特别喜欢做品鉴视频。对，这个我今天吃播第一集，我们品鉴一下这个牛腩堡。没有牛腩堡里目前还没发现牛腩哈。这个豆腐让我们先尝一下。你镜头在那边，你看我干啥？怎么样，味道？让我们来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它，嗯，一言难尽，是吧？哎呦我，表情管理，表情管理，来了，什么问题？找到垃圾桶的问题。你帮我拿个手机吧，好。不是你去哪？那边那个是不是垃圾桶？这个天已经粉了，来这里。我们从天亮
吃到了天黑。就是吃完饭来逛个超市，我们在罗道的最后一站。罗道？哦，不是罗村。馕超好吃，宝宝最爱的春卷，还有teriyaki chicken， 这样的方便。好，可以吃完零食。发现一个神奇的酱，还有 coffee， 还有 garlic， 打算试一下泰国的 brown rice， 特别香。这个面包特别适合做 French toast。来试一下这个茶，里面有 grapefruit。护手霜特别香，就是草莓，还有柠檬的味道，但有点过甜。这个最近好像特别火，我去买了一瓶。想试一下这个，因为我不喝奶，然后就一直要找各种 milk substitute。之前我买了个这个，以为它是释迦，结果发现它并不是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它。买太咸了，超咸！每次来吃的人都会买花，最近开始买这种蔬菜，就是 basil， 真的可以吃两个星期。走吧。破哥现在正在敲我们家的门。小西现在充电，等着开他的车，然后打开车库。然后我们现在非常的惨，那个月亮超级圆。晚安喽。